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鹏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笑话。有一只兔子掉进了电箱里，变成了鸭子，问为什么？因为它踩了电压器。有一个人在语言学院，吃着吃着，最开始光笑。别人问他笑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小天地。”我是陈志鹏。是的，我们都爱笑。我们都爱笑。劳动，劳动最光荣。少爷，他不理我，他没听电话，我担心他有事啊。我在读研。眼里头说好的话，给我回去，谁都不许走，我们等他。Sorry， 他真的没接电话。我饿了。拿！都要报警了，一碗白饭，以后再都不能抢。对，你现在就不嚣张。我祈愿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过了这几天。别添乱子了。